Hello， 大家好，我 Yanis 啊，今次带大家参观咧就洋海嘅两房单位，481尺。我哋而家睇下个厨房，厨房采用咗 L 型嘅开放式设计，方便又实用。而客厅咧，佢个方方正正咧摆放家私嘅自由度都相当之高啊。大家睇完呢一个单位系咪好中意咧？如果有兴趣嘅话，欢迎随时联络我 Yanis 噶，拜拜。